你師傅，你哋惠州講咩話噶？咩話都識講。咩話都識講噶？你識講喎，竟然。我識啊。多數係客家噶係嘛？係啊，客家話多。哦。即係啲電視台、電台咩都係講普通話㗎。啊，普通話多，但係我係細個睇 TVB 睇得多，所以我都識講。都識講，講得好好喎。我哋而家去緊嗰間大排檔係咪好出名㗎？唔算特別出名。唔算㗎，都話你網上揾嗰啲。唔算特別出名。係咪有好多好出名？多唔多惠州人去食㗎？嗰度都可以嘅，都可以嘅、但系如果你要睇你食乜嘢，因为惠州食嘅嘢好多，食嘅嘢好多，边度比较多人行啊？依家商场最多人行。边个区域啊？边个地方？边个区域啊？好多，好多嘅，大部分都系。商場比較多啲咯，係咪圍繞住西湖嗰一帶啊？唔係，西湖嗰帶冇咩人去啊，冇咩人去啊，去得多個頭，冇咩，即係咁熱，你去西湖行好曬啊，好曬係咯。咁而家嗰度冇咩嘢行，哦，咁我唔食飯嘅。食完我哋就食，咁我哋仲可以去邊度行下？即係。有啲咩舊街嗰啲地方啊？呢度有冇啊？有條舊街，騎樓嗰啲啊？你哋等陣可以睇下，因為要經過。好啊，中意行呢啲。舊街嘅話，步行街都得，呢度都有步行街。就係嗰個大排檔附近啊？唔係，去嗰度好遠下喎。好遠下㗎？即係離我哋比較熱鬧嘅地方有啲遠咯。你想去舊的話就要去西湖，你說西湖那邊就比較舊一點咯。西湖哇！呢度都幾靚啊！呢度幾多舊街？就係嗰條舊街，佢係比較多人去咯。哇！幾似嗰啲舊廣州嗰啲喎。水東街嗰啲。係水東街，冇錯。就你話要去嗰度啊？係啊！我琴晚叫你話水東街 OK， 我哋自己話。呢度晚黑都好多人嚟㗎。哦。就騎樓啊嘛。啊！呢度。水東街，我咪俾咗你睇咩？係啊，你俾咗啦。哦，就係呢度，呢邊成排都係。呢啲都係翻新過㗎啦，嗬、全部新建嘅，唔係翻新，全部新起嘅。哦，新嘅。呢度呢條街，呢度咪好似南明嗰個，好似南明啊呢個，朝陽嗰個。係啊，好似啊，基本一樣。啊，比較多人嚟嘅。哦，新起嘅，呢度前面就系步行街。哦，啱啦，呢啲应该系旧噶啦，嗰边嘅。啊，系啊，啲人面全部都系，全部都系旧。嗰度行出去就系西湖。即系你哋惠州咧，多数啲人咧就听得明白话嘅，都系嗬。基本上都听得明。聽得明嘅就係、是、講就講客家話嘅係嘛？講下家。哦，呢邊都好多嘢行喎，濱江西路。你哋會唔會去啲咩海島玩呀？海邊，惠州海邊嘅話要去惠東，惠東，雙月灣啊，雙月灣啊，靚唔靚㗎嗰度 ？OK 嘅，雙寮灣啊，雙月灣呢啲，有好彩又咪睇到嗰啲男眼女咯，都 OK。呢邊靚好多，我
哋琴日去完肇慶，今日又過嚟呢邊。哦。呢條咩橋啊？嗰條啊？係啊。合山地。惠州嘅橋都好多。大城市喎，你哋算係唔算啦？係嘛？大灣區係嘛？大灣區。惠州啊！惠州客家話點講啊？客家話點講啊？客家我都唔知點同你講。我有個城門添啊！係啊，呢個橋邊。又是有城墙的喎，你睇睇，同阿咩肇庆一样喎。一般我哋惠州基本上都系去商场多啲咯。咁热系嘛？系啊，喺出面太晒。哪間商場比較多人行啊？現在有華茂啦。華茂。華茂比較高檔啲。哦。人又多，想年輕人多啲就拱位，拱位嘅話就年輕人多啲。300米後，紅綠燈路口右轉，進入下角東路。華茂。前方紅綠燈路口右轉。你行商場啦，咁遠。注意路口有潮汐車道。惠州都有間三毛，三毛即是要會員先入得嚟個嗰間商場，咁特別係啊 ，VIP 係啊，一定要買佢個會員先可以入，係咪好靚噶？都幾大，出面有個摩天輪咯。哦，即係啱啱經過嗰度啊？摩天輪啊？啱啱咪有個摩天輪咩？啱先經過嗰度有。個細嘅，仲有個大。哦。保护得挺好的、啊、这个、嗯、是真的古代的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，定是后来起的，后来起的，是的，看的砖不是很像、啊、不是古代的、啊、这个看的砖不是古代，是起的，了解他们啊、是不是我們那次去吃的？不是，就是我們電腦經過那個雞粉，我們沒有吃到，想吃惠州吃客家菜咯，客家菜就是什麼羊什麼羊是吧？豆腐羊，哦，羊豆腐，羊豆腐，羊苦瓜，辣椒，什麼都可以。比較多北方人喎、啊，呢邊嗬、啊嗯，都有。惠州本地人，我係唔係我住我哋琴晚住嗰度金華苑嗰度，就多數係啲北方人嘅、啊、我見。哦，因為外來人都多，都多嘅，所有嘅人都多。但係你話比起深圳就少好多嗬、啊。係、哎，深圳、廣州都。嗯，是咯。深圳比较大。你哋好近深圳噶嘛？好近啊，系好近嘅。一个几钟啊？哇，好多呢个咩紫荆花啊？惠州嘅叫做咩花？我唔记得。惠州好多呢啲花。哇，成条路都系呢啲喎。您已接近目的地，请与乘客确认具体下车地点，提醒乘客一口价现在即可确认账单并支付，及时进行车辆消毒和通风。感谢您为您。呢个系咪都系西湖呢边啊？啊，近西湖。哦，西湖喺后，你哋哦，差唔多。喂，西湖本地人都系叫西湖噶？吓、啊，你哋惠州人都系叫西湖噶？应该原本唔系叫呢个名啩？惠州叫西湖咩意思啊？即系呢个名西湖呢个名系后屘起嘅系嘛？
西湖是那个湖的名字，那个湖本身就叫西湖的，是是没错，它本身都是叫西湖，我以为跟那个杭州那个都是一样叫西湖。好靓啊，这里好多花，对啊，好多花。前方80米红绿灯路口直行，过路口后150米右转。哦，那你们是去那边就是好近西湖啊，可以，系啊，行下可以啊。你哋呢度好近西湖，然之后你哋隔篱仲有个，我应该都冇开依家，有个庙，哦，比较多人去。呢一带就系、是、食完嘢之后去行下西湖，再去行下啲旧街咯，系嘛？你哋行完西湖就可以去行步行街，哦，好近，好啊。路线就系咁。前方右转，即将右转。我行街依家都应该都几多人去。而家咁热，应该冇乜人啩？唔系啊，唔一定啊，都有好多后生人，后生仔女都会。惠州西湖。啊，呢度入边就系、是、惠州西湖。狗养大命啊！呢边都系，你哋喺入面可以慢慢行，都几大嘅喎、啊。西湖几大啊？你可以绕住行一圈，差唔多。哦，有几多树都唔系好细嘅。嗯。哇、哦！惠州西湖。挺好啊，嗯，仲可以踩下艇仔，咁就算啦，好热啊，系啊，行下算啦，系啊，行下都得，行下都好热咯，嗯，哇，几多人噶、啊？一般我哋入面有一间饮早茶系比较好嘅，好食啲，即系惠州都兴饮早茶噶，兴好多。好早就去了，哇！客家人都兴饮早茶噶，兴啊，超多。咪广府人先饮嘅咩？唔系，你一定。呢条巷仔都几出名。到达终点。呢条咩巷啊？咩？竹屋巷。哦，竹屋巷。你哋嗰间店系喺前面。喺前面。系，好似系。自己揾最难揾咯。你哋间店系好似系喺前面，系咪行去前面就到噶啦？即系你就唔使咁麻烦，就兜入去啊嘛，系啊。OK 系咯，唔使你咁麻烦。你行下呢条街。系啊，多谢你啊，师傅，又带我了解惠州吓。唔该晒，拜拜。系。拜拜。